选择。接下来正式开始，花滑 copy 不走样，啥意思？这是花滑 copy 不走样规则。经理人需要模仿示范视频中的花样滑冰动作，每轮三位领队根据模仿程度选出一位优胜者并记一分，三轮结束后得分高的经理人可优先选择领队。这个陈哥行啊，这个应该是陈哥的强项。这不是一个武，这不是冰雪节目，又不是一个武术节目，开始战斗啊！好，来吧，朋友们。我们在陆地上面也请我们的严寒老师给我们来一个亲身示范教学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来了，来。二罗宾，这是专业啊！太漂亮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请看第一个动作。What？ 哇！真的要拉筋，我跟你讲，这我都蹲不下去。那个太狠了，那个。厌食传的规定就是头跟脚要超过屁股啊，你可以稍微的这样跳一下，对啊，明白了。然后蹲踞旋转是屁股要低于膝盖，屁股低于膝盖，这还能转圈儿？对呀，这咋转呢？哎，转圈。来。脸哥，厌食传，先来这个吗？哥，还得转，你让他再坚持一会儿，他就站不住了。要不要帮你旋转？不用，陈哥，我把你给我整坏了。实在是不行了，这太难了。这个看起来容易，实则简单。其实，在冰上算是一个很基础的，就靠核心力量的。对，很轻松啊。做动作，先这样。哎，你别说，姜潮有点那个感觉。他那个身形和那个脸那个气质，对，他就有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很好很好，加油，不错。你这是京剧选段，四郎探母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。真的好练核心啊，这个。来，晨哥，到你了。我觉得首先那个严老师他说的转不了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跳一下，对吧？对，可以跳一下做完这个动作，厌食旋转，然后再接这个，然后右脚点地，再接起身，然后再接这个。哎，我这还可以吧？可以，三位老师商议一下。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李晨，他观察那个视频就比较认真，对，很认真的一个协商。来，请评定。我觉得首先的那个于洋老师特别的努力，对，是先点评的肯定是不得分的。然后姜潮老师的形体很美。然后李晨老师做的很细致，他模仿力很强，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把分数给李晨老师。谢谢。请看下一个动作。
哎呀，哇，旋子，这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陀螺转，哇，好难啊！我看过视频嘛，就是一个滑冰那个，然后自己转，就下去了。那既然你已经看过了，你要不就直接来吧。哥，那个都来不了，你让我来这个。你来。抽冰杆儿，那得。实在不行了，扛不住了。来，晨哥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哇！哇！哇！哎呀，这个手翻的挺漂亮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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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这要飞起来，咱们仨靠边点，别撞着咱们。这是反旋，来。你以前肯定是练舞蹈的。Yeah. 好，来，我们严寒老师谁的动作更加的标准？我觉得于洋老师的动作依然很努力。我实在好好来，下面说。姜潮老师的动作啊依然很优美啊，然后我们决定还是把分儿打给李晨老师，因为还是要看跟视频要接近。对，行哈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再一再二啊，来咱们看三四视频，我看怎么的呢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动作。哇，算了，这个我让给杨哥了。算了，我让给于洋了，我们都让给于洋了，好不好？让给杨哥。来，于洋老师来，哎，来杨哥，那我商量点事儿，我能不能躺下坐？也是行。哎，这样，你来这，来机位扣下来，来升扣。都到这节骨眼上了，还想机位的事儿呢？这个腿给，这是给我来，这腿我的。哎，别，你俩是别拧劲儿来呀、啊！你俩是，哎，别，哎，手部动作啊，脸部表情，开始走。疼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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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身后像有个盖儿似的呢？劈叉了，这么扯呢？不是，好歹你完成两圈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站在专业的角度上，虽然是，你别告诉我这分给他俩。于洋老师一直这么努力，这也是体育精神。我觉得这一分要给于洋老师。好，那到目前为止经过测试比拼，恭喜晨哥可以获得优先选择权。在三位领队当中，你期待谁加入你的俱乐部？就我心仪对象还是想选李晨。我觉得希望在我们队里面有一个冰上运动很强的人，其实是在德权和严寒之间二选一。因为刚才其实我听到了姜潮说了对严老师的一番不能算表白吧，他觉得他想很心仪，他很喜欢，他想找一个这个配合，所以我选择。啊！你选啥？
没逗你呢。我选择德全老师。好，恭喜。我选德全的原因，第一呢，是因为希望在我们队里面有一个这样的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输出和发挥。第二呢，是就还是成人之美了吧。好，那我也想说啊，我们的严寒同学呢，虽然你很努力，啊，但是我说实话，在前两位老师出场以后，突然出现了丹丹老师。他更有气场，更有说服力，我个人也特别希望有丹丹老师的加持和帮助。我还是选择丹丹吧。恭喜你，期待成真。那接下来严寒也要恭喜你了。冰雪镇当然，我只选严寒。好。我觉得严寒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，因为我的脑子不太灵光。然后我们就是补其所长，对吧？对我来说真的是，这叫什么成语？就翻掌一样容易，叫什么？哇，有。